好，我们再来看花灯，在台北灯节的福禄猴设计图曝光之后，就一直备受批评。不过现在福禄猴恐怕是看起来不孤单了，因为在南投灯会上，有一只名叫土拨鼠的花灯，因为四肢超长，还拖着一条长尾巴，引起讨论。脸上长满白毛，四肢趴地，还拖着一条超长尾巴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它是看起来很像猴子，可是它写土拨鼠，哎，那你觉得是不是标错了？不知道是创意还是标错。这是在积极登场的南投灯会，今年又是猴年，理所当然应该是一只猴子吧？不，它是土拨鼠。是像猴子还是像老鼠？像青蛙，那个写错了。左看右看，怎么看就是不像土拨鼠。毕竟是艺术，美丑很主观。但许多民众不仅不买单，看了还直呼这根本是深山老妖，甚至调侃台北灯节的福禄猴终于有对手了。只能说只有更丑，没有最丑。而主办单位也在事后澄清，作品的正确名称本来应该叫做土行者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太匆忙了，就误写成土拨鼠，才会引发这次话题。只能说今年全台各地的花灯都太有创意，纷纷成了焦点。联合报黄慧英南投报道。